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建国研习班主持郑松泰、根文之。好，回到嚟逢星期四晚建国研习班的时间，今晚好不幸就是要录播嘅，因为咧我系夜晚有事嘅。嘢做嘅，實際上錄音嘅時間係黃昏嚟嘅啫，唔係差好遠。冇錯，差幾個鐘咯，三幾個鐘頭咁咯。咁但係我都係未回氣嘅，因為好多行政工作要做啦。因為呢個禮拜咧，九月三十號咧，即係都叫做係現屆嘅立法會嗰個嘅屆滿啦。咁我正式10月1日上任嘅。咁喺個即係呢一段期間有啦。咁其實無論喺我哋之前推動嘅即係成個運動啦，以至到去即係我嚟緊要上任嘅一啲安排咧，行政上啊、物流上啊、人手上啊，以及地辦啊、辦事處啊，咁全部一 lock 咧，都係呢個月咧就要係即係基本上要係做定事前嘅準備，因為我10月12日就會宣誓啦。咁所以得翻兩個禮拜嘅時間。究竟呢兩個禮拜我哋有冇地方去辦公呢？咁係一個謎嚟嘅依家咁啊。咁啊問題都係響即係響咩喺咩嘅身上咧？響大家嘅身上。即係如果唔係得我一個剩翻低嘅話，咁就唔會咁辛苦嘅。咁啊，但係即係事實咁啦，我哋即係唔好即係回望過去啊。唔係，其實上帝之手太強大，即係我覺得我哋真係估唔到啦。唔係，我哋絕即係其實係咁講嘅，即係你可以話，即係我哋，我覺得教主嗰個結論係幾講得幾啱嘅，即係我哋係即係低估咗對手啊，各方面嘅敵人，低估咗係各方面嘅敵人，但係嗰敵人都係一個嘅。係啦，都可以咁講啦，都咁講。但係估唔到可以做一個咁純熟嘅三角短傳咧。唔係啊，即係呢個簡直就係類似世界波嚟嘅，真係世界波嚟，真係。台頭啊，巴塞世界波根本就掂波皮都爭啲掂唔到。咁好添喎，即係 support 佢哋兩個敵人嚟嘅，但係佢添好好到咁，要到好啲啊，真係。完全係，唔係最慘嘅就係當你即係你雷動加埋呢、這個即係西環操控嘅選舉機器可以打 1-2 咯。成個選舉結果由個結論去睇，其實甚至係香港人都係覺得係有希望先慘啊嘛。即係譬如舉例，我咧喺呢幾日咧我都撞翻啲朋友。再神奇啲嘅係，你睇下啲西方媒體點樣報導呢件事啊？絕對係啊！即係佢哋就覺得，誒、這個就喺個即係反對派勢大家睇完成咗啦。唔係我自己接觸有幾樣嘢，有新嘅本土派入咗去啦。係啦，嗱，阿近就話西方媒體啦，有新嘅本土派入咗去啦，而且呢個新嘅本土派入咗去嘅時候，就代表緊一陣，代表緊最尖鋭嘅一個獨立嘅聲音喎，講 independence 喎，跟住之後咧，即係連 economist 都咁講喎 ，economist 都咁講。當然咧，呢所有呢啲雜誌，佢幾高質都好，全部都 agenda 啦。由 economist 啦，我最咧，我最即係譬如去到最近嘅一啲西媒嘅訪問啦，澳門有西人電視台啊嘛，大家都知道。係。嗰西人電視台咧都係葡賣去葡語都會有英文噶嘛，甚至佢問我咧，即係問我問題就係嗱，咁咧有一啲嘅即係人就提倡呢個 independence 啦，咁你哋又唔係喎，咁你哋究竟你哋係覺得你哋係支持一個 China United 定還是一個 independence？ 你哋係點樣咧？咁點樣區分咧？問我呢啲問題，其實同佢解釋一輪，佢根本就唔明嘅。即係對佢哋嚟講，我就係 independence。就咪 independence 咯，或者你見到巴塞隆拿咁加泰隆尼亞就要獨立啦，咁佢哋嗰個理解係去到呢啲咁嘅理解，但係已經係好叻噶啦。可以咁答啦 ，We have de facto independent status， but we want to make it more concrete。如果你下次有人再問你同一個問題，我係咁答嘅喎，我係咁答嘅喎，即係一個所謂 de facto sovereignty 嘅問題嚟嘅咁樣。咁但係都要解釋一輪我哋嘅憲法究竟有啲咩嘅問題啊，諸如此類，憲政同我哋嘅關係係啲乜嘢啊咁。即係我哋從來係未將憲政擺上一個 political agenda 去討論嘅咁。甚至有啲即係講法低能度嘅，就係話覺得係冇憲政嘅話，咁都可以追求獨立嘅。咁呢啲喂，呢啲討論而家都要喺個記者前面解釋啦咁。咁
我咧，譬如接觸媒體又咁樣啦，跟住我接觸我啲同學啦，嗰啲同學咧都已經係叫做讀書人啊嘛，即係教中學啊，都已經係有翻咁上下叫做學歷嘅人。喂，喺佢哋嘅世界咧，佢哋覺得嘅就係有啲新面孔啦，有阿劉小麗啊，有阿朱海迪啊，有啲啲一紮嘅新嘅面孔入咗去之後咧，咁都有啲嘅新氣象嘅。即係呢一個係最主流嘅睇法，香港就係大眾係咁睇咯。而佢哋永遠睇唔到啲 detail， 即係例如劉小麗，佢聲稱9月26日喺十號龍和道啦，即係呢個好，即係依完全係即係平行時空嚟嘅啫。屌，唔好講龍和道啦，一講龍和道，諗翻我即係嗰啲事態。不過我哋依家留翻我嘅中間講。但係咧，喂，仲有一陣咧，呢一陣我都覺得幾奇妙嘅，呢一陣我覺得奇妙嘅，就係、都叫做政治宅或者社運論啦咁樣啦。咁但係呢一班人咧，佢哋嗰個嘅世界觀或者對於歷史嘅閱讀咧，或者傳承或者佢哋製造個歷史啦 ，OK， 就係黃之鋒同埋阿羅冠聰佢哋呢一陣人。喂，其實咧即係呢幾日咁，我都見到佢哋啦，我都見到羅冠聰啦，就喺個立法會度唱嗰啲新人班啊，成啊啲。其實即係咁講嘅，即係 to be fair 嘅，佢喺嗰一陣嘅社會人裏面啦，尤其係學生學聯嗰陣人出嚟咧，佢嘅表現或者成咧，佢嘅言談啊，係老手，已經係去到熟練、好淡定嗰陣人啊啦。咁但係我冇諗一樣嘢就係、喂，你其實平時喺議會或者記者對答咁淡定，但係你會走去嗰個立法會嗰個嘅大閘停車場，然之後影你自己嗰張嘅。立法會嘅職員嘅係啊，會員證啦、議員證啦、職員證啦，咁跟住然之後，但老實講，其實都入唔翻公民廣場噶，冇人入。唔係入唔翻公民廣場，唔係，但係我其實叫你入唔到而家。我覺得最想像唔到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當佢咁樣影完之後，下面嘅人留言係99%都係支持佢。咁我就即係即刻當刻，其實呢個都唔係 original 嘅，呢個唔係 original 嘅，呢個其實係即係今年年初台灣大選完之後咁樣，咁你時代力量黃國昌入翻去噶嘛，咁、又係一種即係佢又係一種海船歸來嘅屋嚟噶嘛，係啊，但你搭翻嚟香港政治就好荒謬，啲人哋完全執政嘅大佬，又話人哋完全係直選啊嘛，即係咁講喺個議會度，雖然你話即係係即係過去嘅，因為有一啲嘅選舉限制，令到兩黨都係叫獨大啦。咁有第三勢力出現，即係同樣台灣啊，咁係一個好明顯嘅一個新氣象嘅象徵嚟啊嘛。但係你喺香港，你話呢一批係新氣象，你廿個醒未？醒未咧？醒未咧？咁樣咁，所以冇啊！但係我覺得呢幾陣咧，即係都係講緊九二八點樣去閱讀嘅問題啫。即係呢幾日你無論係評論員啊，又或者我哋去即係見到網上嘅文章啊，一啲訪問啊，人物嘅訪問啊，都幾令人係感覺到沮喪之餘，都嘆為觀止嘅。即係我覺得咧，反而咧，你唔好成日，譬如有，即係譬如我哋印象，我哋成日笑阿蔡子強啦。但係我唔知近你有冇睇蔡子強佢寫嗰個嘅選舉分析系列啊？冇，即係一個明顯係，即係等於你要做一個好嚴肅嘅98年世界盃決賽戰術分析一樣咁荒謬咯。佢好嚴肅嘅分析啦，最尾咧即係寫咗幾篇嘅，咁有啲咧都講到就係關於佢對個議會嘅預期或者對議會嘅期望啦。佢係相對悲觀嘅人嚟嘅，但係佢悲觀嗰個嘅原理或者悲觀嗰個嘅原因就係佢覺得過去嘅專業議政。在今日的香港就已經不再出現了 okay， 即他都說了一些方案出來是的，當然他有沒有說即不能夠 再建立大團結之類的東西呢？不能夠建立大團結，還有就是新一批的議員不單止年齡上是年輕，資歷上是年輕，甚至就是在他其實根本是講學歷的，講個 profile 是不行的，那他就用其實幾個人 compare 的，就是講緊過去的律師黨啦、大狀黨啦，還有就是甚至用下屆你的建制派，當然你擺即你擺翻頭嗰兩屆的立法局同埋而家比嘅差好遠，係啦，即其實嗰陣時嗰所謂循序漸進論亦係荒謬嘅。其實嗰陣時係即刻可以行全面民主嘅黃金機會。即你用翻呢一扎嘅人腳，咁當然佢話嗰啲大狀黨嗰啲其實都有啲，我覺得係誇張咗嘅。OK， 我覺得有啲誇少少誇張咗嘅。咁但係你話阿 Martin 啊，或者夏佳麗佢哋嗰代咧，佢嗰個專業議政話咁是會令到人哋有啲信服嘅，譬如尤其夏佳麗對於嗰個議會嘅制度，尤其是對於嗰啲嘅法案嘅熟悉程度，雖然係建制派啊，即係我哋眼中，咁但係你都會覺得
應該備受尊重的其中一位的政治人啦。咁啊，佢啊從由咁樣比較，就對照翻，喂，今時今日入去呢一紮咧，係真係用一啲左膠水，而且係由下而上嗰陣啦，咁樣。咁樣嘅人啦、啊，咁啊，而且就係、是再對照建制派啦，反而佢認為建制派有一扎嘅律師入咗去，雖然呢扎律師都係中聯辦陰點噶啦，佢即係類似咁樣啦，但係咁樣即係叫做一個拉上補下咁，大家其實喺嗰個質素上面咧，係會覺得專業議政已經唔再存在啦咁。咁呢個係阿蔡子強嘅睇法嚟。咁我都覺得叫有個譜啦，雖然我唔認同啊，但都叫有個譜啦，喺個分析上面假有啲嘢去做一個比較 ，OK。咁但係哇，我睇嗰啲人物專訪啊，或者係關於譬如九二八啊，要由呢個地方嚟，跟住然之後後屘入翻去呢個議會嗰種嗰啲嘅講法咧，我真係嘆為觀止啊！我覺得，因為我呢幾日咧，即係呢幾日就係、是準備緊上任啦，嗰啲嘅即係簡介會啊、新人班嗰啲咧。其實我不明點解坊間或者即係嗰個大家對個議會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點講咧？預期啦、啊，或者個期望咧係會調低嘅。即係你諗下啦，嗱，今屆係比較多新人入去個議會啦。我覺得真係夠膽寫建制派嘅新人係認真過所謂嘅物塊非建制派喎。即係黐乸線嘅，咁又咁啊！咁新嘅班其實係學生會嘅 material 嘅啫嘛，佢即係變咗上裝咁咯，一個鬥$900一工嘅裝咯，變咗係。係啊，唔係你個基本態度。雖然你話喂，你係遲唔遲到，早唔早退，你可能有啲原因啦、啊。雖然我見到劉慧卿嗰段訪問，應該係連你都鬧埋落去啦。劉慧卿嗰段訪唔係夠啦，應該鬧啦。劉慧卿入門口，我就即刻出去。係啊。你有冇見？你大家睇片有冇見到啊？冇見到喎。佢嗰段訪問係話呢個擺明係對人都不對事嘅啦。即係假如 present 嗰啲嗰個人係叫唔可以，我個擔當要打風都唔走啦。梗係啦，喂葉國軒同劉慧卿喎，跟住睇下分享議會經驗。即係曾玉成加加，唔係即係如果係曾玉成加噶，唔可以當然。唔係下個禮拜有曾玉成嘅，下個禮拜有曾玉成嘅，咁我梗係會坐低㗎。係咯，咁你葉國軒加埋劉慧卿喎，你冇浪費我個青春先得㗎，大佬。即係咁諗啫，但係其實我唔係我好有禮貌㗎，我好有禮貌㗎，因為係過長嘅時間嚟嘅。咁開完曬即係叫做嗰啲嘅秘書處唔同嘅委員嗰啲嘅即係簡介啊嗰啲嘅即係，除非係時空穿越，你揾一個2009年秋天嘅劉慧卿過嚟 present 咯，咁又唔同。係啊，即係抹去咗啲好不愉快嘅事。係冇錯，阿近咁講即係確切。即係你講2010年以前或者2011年以前啦，即係鬆動少少啦咁。跟劉慧卿，我都仲係叫做。你仲有嗰、那個即係吊帶背心個印象啦、啊？揮手嗰嗰張相已經話即係崩壞曬啦，揮手嗰張係崩壞，反高鐵嗰陣時候我都已經有少少即係頂唔住開始入對都唔妥佢噶啦。我其實更加即係其實真真正正嘅轉捩點係佢2008年選完即刻就過咗檔去民主黨，呢個係違反曬所有最基礎嘅政治倫理嘅。咁呢個你喺絕對係其他嘅上曬軌道嘅民主國家係絕對唔容許呢啲事發生嘅，實俾人鬧七彩嘅。喺前線過民主黨，下一屆佢一定係落選啦。喂，前線過民主黨仲要係立。真近乎立刻成為民主黨高層啊嘛！呢下係真係好恐怖啊嘛！咁我講翻喺嗰個呢一個簡介會啊嘛，跟住阿劉慧卿佢講我鬧啲新人，跟住之後得十個人唔夠啊，然之後唔尊重佢啊嘛！哇！我想講咧喺嗰度咧坐低點樣一個局勢咧？喂，如果你俾人駁咪回應翻，我諗即係要講翻一句，即係我2008年選舉之後嘅劉慧卿係唔值得尊重嘅。我真的可以咁樣復翻佢。唔係咁，我即係主流媒體，主流媒體我又唔會咁 mean 嘅。我同大家講嘅就係，因為我昨晚有嘢做，咁咯。唔係因為咧，嗰、那個點解我會話建制派反而係咩咧？建制派你俾面嗰啲大佬啊嘛。咁啊，跟住葉國軒入去，咁啊，民建聯嗰啲就全部都響曬頭啦。當然係咪先？咁你諗下啦，你去到連民主黨。你自己都有幾個新人啦，四五個新人啦，你加埋胡志偉啦，啱啱？喂，夠膽死有加埋超區啦，佢喂佢夠膽死，你超區嗰啲有唔係超區嗰啲啦，有啲後生嘅唔喺度嘅，譬如港島嗰個肯定唔喺度啦。喂，呢啲你自己民主黨嘅人都唔喺度嘅時候，咁你有咩理由？你有咩嘅話我哋呢啲都唔喺度咧？咁再加上我就係、是、你入嚟，我梗係出去噶啦。我琴日嗰個情況係都有禮貌嘅，因為
人哋秘書處講完簡介會，跟住中間放 break， 咁跟住佢哋又係準備入門口，咁劉偉興好喺度 social 啊嘛，跟住啱啱嗰一刻我就孭袋擦身而過同佢離開咁。我就走了，我還跟人拜拜。有沒有 0.05 個 cm 距離？有，直情在身邊經過，我跟秘書那些人拜拜，我走了，走了，不好意思，有事做。我是有事做的，我的確有事做，因為我昨天928結婚周年紀念，我回去我去找我老婆。所以沒有啊，我不是說這一件事，我反而就是我覺得，即你說雖然說是有新面孔啊，或者在裡面，但是我不會見得是有很大分別咯。這個唉，做了石第一節，這個就未都未完住嘅，仲有五分鐘。係啊，即係這個講928嘅兩週年，咁我嘅睇法就是即係絕望中其實都仲有少少希望喺度咯。係咩？仲有希望？係。哇！你都有真係。始終你話佢重新建立翻個霸權。但你其實泛民的霸權永遠翻唔翻去資教民時代嗰個部分，永遠都翻唔到去嘅。即係嗰個年代，其實嗰、那個即係支聯會成立嗰個黑歷史啊，係好多年之後都係靠阿 Q 仔開始喺網台慢慢年年講，先至大家先至知道，先至開始覺得大台係信唔過咯。嗯嗯，依樣嘢先至到最後經過咗幾次，即係到到一二，即係由反高鐵到反國教。開始大家越嚟越唔信任個大台，去到兩年前就一鑊個大爆發，終於係啲人係真係 rebellion， 即對個大台發起義咯。唔係我諗咧，即係咧九二八咧，過去呢兩年啦三年，我哋以為九二八即係七十幾日嘅佔領啦，跟住年初一嘅大戰啦，香港人係已經係即係喺嗰個嘅手段啊或者意識形態上面係有一個所謂即係好學術所謂嘅範式轉移，即係尋求由一個和平演變嘅民主回歸，即係民主回歸係一個嘅目標。等待即係和平演變，係諗住進身議會，然之後進入議會就慢慢係透過你嘅方法改變呢個制度，然之後跟住中國亦即係隨住經濟發展，然後之如此類咁改變，巴拉巴拉啦。咁和平演變同埋民主回歸係一劇嘢嚟噶嘛？咁但係過去呢兩年三年，我哋以為香港人第一摒棄咗關於民主回歸嘅睇法啦。跟住無論本土派嘅本土意識啦、本土民權嘅興起啦，手段上已經開始嘅就係話，唔係話要係下下都講和平演變，跟住議會議政，咁就係維持一個即係健康嘅政治嘅手段或者抗爭嘅方法啦。咁我哋以為係咁樣啦，但係喂，去到翻今時今日咧，我自己睇法嘅係，我反而冇阿近咁樂觀喎，因為我覺得是奢靡的希望，我就我嗰度冇，我用樂觀咗兩個字。唔係，我覺得奢靡的希望都即係未至於完全絕望咯。咁你可以，我不妨用一個即係好 old school 嘅西史課本嘅講法啦。即係通常去到高中就會一開頭就即係初中係教到去即係拿破崙嘅嗰個時代，即係不妨大家明啊，拿破崙嗰個時代嘅。通常去到方科就開始教維也納會議。維也納會議。咁咁法國大革命到到拿破崙呢個就係、是、其實兩個政權係互相有 connection 嘅嘛。雖然即係拿破崙最後自立為帝，但係佢可能都繼承咗啲革命精神嘅。咁最後尾拿破崙個即係南征北討之後，最後都係即係失敗收場啊。咁你成個維也納會議成個目的其實就係想回復翻成個歐洲舊秩序啊嘛。咁呢個講和約嚟講係極度成功嘅喎，佢真係維持到成個歐洲嘅大致上嘅秩序，維持成萬年。一百年。但係個重點係，即係佢回復到個舊秩序，但係課本度咁樣全即係個形容維也納會議製造出嚟嗰個體系，係夾硬將個時鐘校翻去法國大革命之前嗰個歐洲嗰種狀態咯。咁當然其實嗰個政治氣氛，嗰、那個年代嘅政治氣氛大體上係非常之保守嘅。但睇個孤星女都知啦，就係零零星星都仲有啲，仲會不斷有啲革命爆出嚟咯。唔係你睇我哋而家嗰個嘅情況都係嘅，就夾硬將佢夾翻去呢一個嘅即係叫佔領運動之前咯。即係好多我哋啲支持者都話，嗰個 feeling 似係好似翻返咗2008年之前，好似2008年之後中間呢八年之間發生嗰啲嘢會冇發生過。2008年之前都已經保守啦，我覺得翻返去2004年嘅。係啊，我執人作人嚟噶嘛。即係2004年嘅感覺就係突然間係好似2003年7.1之後有一班人就走咗出嚟從政，跟住之後咧好似一個民主派嘅新生代或者新氣象嘅出現啦。我覺得再絕啲就2007年7.1前嘅狀態已經翻咗去。即係而家再仲會唔會有幾廿萬人上街？我好兜火啦！即係等於皇上幾日前都話咗，如果23條再推係冇可能係始祖。
冇可能嘅，冇可能嘅。甚至喺議會裏面嘅比當年嘅更激烈嘅迴響都冇喎，我相信。即係你冇話衝突喎，迴響啫喎。OK， 迴響啫喎。唔係，但係你阿近啲好交好交流好咆哮咯。唔係，我諗阿近話有少少新希望係咩意思咧？唔係你見到長遠，即係長遠。我相信個歷史潮流都係會，即係呢班人係會被淘汰嘅，終於都。因為我啲，我覺得有兩個比較細微少少嘅。第一嘅就係話，喂，究竟羅冠聰啊、黃之鋒啊，或者呢一個列陣呢一系列嘅人啦、啊、，OK， 我唔好用自治啊，或者自決啦。呢列陣呢系列嘅人同傳統嘅泛民佢哋嗰個之間嗰個關係，究竟係有幾惡劣先？因為你見到嘅，譬如黃之鋒，面和心不和咧，就係、是、喂。喂，我諗啊，佢哋當中嗰、那個當中個怨恨，佢哋嘅私怨，我哋一直都唔係私怨嚟嘅，佢哋嘅私怨啊，係都唔少，比我哋嘅公怨係更加之誇張嘅。唔係你見到黃之鋒佢最呢兩日係有出嗰啲嘅 post 噶嘛，都係就住一啲泛民嘅行為都係有 comment 嘅，甚至你諗一樣嘢啫嘛，喂，如果啊，琴日嗰個九二八晏晝嗰個即係企上台係咁。一件事即其實今朝陳大文有個長 status 都有啲重嘅，即其實呢啲係後九七世代嘅個後生一代嗰種性格嚟㗎啦。係啊，佢哋成長嘅環境同我哋係兩個唔同嘅 universe。我哋都仲有少少嘅即老一套嘅嘢㗎嘛，即你可以咁講，我哋仲有啲老一套嘅嘢㗎嘛。唔係，即而家變咗好似嗰啲好江湖片嘅陳套咁啦，即江湖嘅疊序都變咗啦，後生一代而真係 no， 即唔會有任何 honor and respect 咁啦。係，雖然呢樣嘢好就好講。雖然我哋我哋講緊唔係世代之爭啊，講緊其實係兩種，即係一個意識形態嘅變化。做人態度，當然呢種咁嘅身不如己係好多個世代不斷都係咁樣無限 loop 啦，即係我哋啲長輩都咁睇我哋啦。嗱，呢度有一個可以更加講深啲嘅，就係即係講到嗰個范式轉移咧，即係轉唔到嘅時候，嗰個反彈係咩回事咧？咁而家我哋面對緊呢個話題，但係第一次差唔多，第二次翻嚟就講。